边吃。咱家帝王蟹八爪鱼。那肯定吃这个螃蟹跟八爪鱼啊。这边过来吃。老钱啊，吃这个螃蟹不好吗？你非要吃那个虾？我真不想吃这些东西，懂吗？每天都看你。老钱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在这先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快！小子，干嘛喊麦了啊？老板，召集一下呗。等一下，小子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多少钱啊？28.8元。这么贵啊？没钱啊？想吃霸王餐呀？还要跟顾老板赚钱了？天天到人家来吃饭，自己家里不去啊？现在还没钱结账，还要叫我过来？不是我们说请午餐饭的吗？我不是都不想吃这个东西了吗？小胡人呢？关机了，回家。姑姑，这个说了没啊？你看看你整天骂了个啥？你看人家懂啊，我这么大朋友到你店里面去吃饭，哎。